我从幺九，我把差不多带去嘛。上来买啥事嘛？吃完饭噻。我们天天都好朋友。要得，我背会儿什么？我背会儿乖乖。要得。哎呀，我乖乖让拽了，我背会儿。好朋友，乖乖。嗯，小兔子乖乖。 就这颗音量的。小兔子乖乖。小兔子乖乖。早一盘，我今天在这边哦。哎呀，饭那吃吃饭。吃完红烧你吃噻。我五个面给干。那个我咋嘛？我要下铺开门。然后我说，阿成你要安个厂子的，我倒不管我。 只要你交得到菜，我就铺得着；你交不到菜，那是只要那羊会咬到，咬到来，我给你拿哈把山坡土，那个是不管，那我还整，那整些那石头嘛，你喊牛的，你叫，把这把香烛拿。哦，背得真多土哦。嗯。哦，浇的长头。 放这么来的茄子，放这里头先，好凶凶，晒干了。 那个，我这还拿几个？现在不是我这个也不叫垃圾了，哎，那菜收得很，吃的差不多。得了，那一边我用我用。哎，好香，那看你个皮，那是哪里？哎，你看哪里？那不就把你送了？我把肉捏嫩的，我给摊儿腾腾才好嘛。 如果面都不让人看了，一看了就等于那要坏。哦，肉我就没法的。嗯。杨刚，你爸爸你害怕不怕？喊爸爸。 好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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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房子嘛，就在房子里养着，应该。